跳水皇后郭晶晶和霍启刚两公婆从来都不追求奢华，被外界封为豪门清泉。其实霍家的作风一向都低调，近日霍震霆现身哈尔滨的时候，就被网民发现他去到 Uniqlo 买衣。那位网民晒出相，仲话佢问身边嘅人会员有咩优惠。据知霍震霆今次系以亚奥理事会副主席协调委员会主席嘅身份出席喺哈尔滨举行嘅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倒计时300天主题活动，佢仲喺台上致辞。其实霍震霆亦都曾经被发现同阿仔霍启刚去食平民泰菜。两个人就同其他食客一样，喺餐厅门口扫 QR 曲拎位，低调又贴地。